大家好，我是千鸟，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刺客教条4：黑旗》。我们昨天那个要塞的海军契约不见了，我猜测有可能是因为其他还没有破完，所以那个不能破。所以我就想说，先来攻其他的要塞，然后把海军的契约解掉之后，再看看那个是不是会出现。这次的要塞是五个，差不多该进入战斗了。这后面有说非常的恐怖。还是那个不给我们海军契约的要塞的。印象中这样，是有七个吧。没打中，烟太多了，快撞了，等一下。看来两个要再绕回去才行。哎，爆了一个。太高了，打不到。这个才打得到。最后一个，躲在那个里面。Fancy a wee swim, do you? All set. Rogue, we'll take it. Stunsels, let's ride the squall.哎，停船的光圈嘞！不能停吗？哎，要出现了！搞什么？这边不行上去吗？好吧。他居然不能抓？咦？
哦，从这里啊。怎么这一只这么多啊？诶，从那个架子上去好了。对，这里或许也可以。这上面有个碎片，你先拿一下。Ow. Ow. Oh. 讨厌，打不死。Ow.不不不，我要死掉了！啊啊啊！我好像很久没死哈。哎，再来一次。放你们一条生路，你们就要追上来。哇哦！我看到炸弹。哇，真是的，硬要打。这些人很奇怪呢。还有一个，大宝箱，拿，这还有一个碎片。他们没有理我哎、欸！讨厌的枪兵。到了。
下去。哎呀，真的是哦。还有个宝箱，有可能在里面。先进去看看，不要像之前一样在外面找半天。啊，不对，我先杀了指挥官，我等一下被传出来了，那我要重新走进去一次。这样再切开了，剩下的是沉船了，又是沉船。啊，我先接任务好了，那个宝箱之后，你看猎船，不会吧？我才把我的那个悬赏给消掉，还没有叉叉哎。哦，这边还是没有。那我就去跟敌人打嘛。怎么没有再强一点的？这样我可以那个赚一点东西啊。被夹击了。Incoming fire! Got us that time! Ray! 转转转转转转。躲过。再撞你一次。Ray! Take some damage here! 哎，没有撞到。Their firepower is great. Keep your distance. Freeze in all top. Enemy firing. Fire! Good shot to crippler. We're ready, sir. Fire! Vulnerable there. Yeah. Ready to fire. 这样吧。Heavy attacks. And on the stage. 看他怎么没有上来多少啊？我集成一艘军舰呢。又开枪打我。哦。哎，他又没死，我还没打掉他。
the mortar! Come on, get the mortar! 糟糕，还是换回剑好了。 我要被传回来了。 终于有猎船了，来吧，开始猎船，为了你打超多艘船。 杀光他们！不行，再打会杀我的队友。剩下两个，听我来。 干嘛嘞？送我舰队好了，我舰队已经快要探索完了，剩下后面几个了，那个探索时间都超级长的。太好了，新的猎船已经自己过来了，聪明。 我可以准备回要塞了。啊，不对，我为什么要转这一面？害我转好久。一边往要塞的途中，一边把他们解决掉吗？ 任务完成。Fire！
小心的，来这么快。下去会没完没了，你们找错人了啦，没有听过我的名声吗？他被撞了，还好闪过，减速闪过。Ease off the wind! Call him in! Get off the wind! Come on! Get up to planks! Is that a new mission?还是没有？咦，怎么会这样呢？那回去接这个，第二个。Reef, short north sail. All down and clear. Pull those men.啊，我要被穿甲扁了。麻烦白纸黑字。你好，撕裂者，英国海军勇气号据称莫有可能会指控我这种合法商人涉及非法活动的指控文件。我去销毁它。我发现委托我的人到现在还是同一个。刚刚有看到那个什么护卫舰，对，有钱的那一种，一万呢。我先去打那个，再回来找这个什么勇气号的。想跑？哎，未开放区域，他该不会逃进去吧？哦，他快要进去了，减速你！我会让你逃走的。啊，怎么血色那么少？我捡到了，又是你穿场。
有人需要我重新他。烟雾弹超好用，我经常都会把它忘记，不知道为什么。印象中以前的烟雾弹还要瞄准一个抛物线什么的，所以我之前都不用它。之前有好几种那个投掷武器，基本上我都是完全没有在管它。我喜欢飞刀，可是不知道从哪时候开始，飞刀不再致命，就丢不死人。就那个飞刀是丢得死人了，不过没有飞刀带，所以不能储存，只能拿一把。有点少。Ahoy! Let out some sail! 哎，回去做任务了，先把那一艘就把它炸掉吧。居然没死！再一发！用旋炮比较快。拜拜。传送。容器号你在哪里呢？哎，刚刚那个是不是？没看到了。我刚刚在他雾生成之前就找不到，所以稍微看到一下嘛。炮艇啊，在这里，又是人军舰哎，还有鸟在飞。世界末日的话，可能是这种有一艘慢慢在走的船，然后鸟在周围绕的。你看到是哪样的？哦，可能是空气污染。站着打吧，反正我站着打他一定赢不了。不能用回旋炮，真的是20个人挺累的。没的，啊，不怕连击。好顺哦！
单行插花就有20个了吧。有了，还有两个指挥官。我好像少了很多船员。完成。好，我们这期 episode 先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明天见，拜拜。